我现在已经登船了，我是提前进来的，我自行车就放在这里。这里面是客厅啊，非常大，而且非常凉快啊，有开空调的。哇塞，这船还真的大，特别的大。现在在二层，船现在慢慢的驶离港口了。从这个角度观看夕阳，确实是非常漂亮啊。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坐那么大的船吧，有一些小小的激动吧。确实刚刚在船上也转了，几乎是把船上都转个遍了，反正觉得感觉挺好的，坐毕竟是那么大的船。现在船正在加速离港，现在船已经驶离了港口了，已经有点远了。又一艘客船迎面而过，那边有好几艘。落日的夕阳非常的美啊，哇，这是茫茫无际的大海里面，感觉非常的好啊。快要到了哦，就在前面了，越来越近了哦，马上就要出岸了。这里就是海南了，漂亮哦。现在准备要下船，那个船的工作人员让我把那个车子推到这三楼上去。哇塞，你说我100多斤的东西我怎么拎得上去，所以我现在把车子带到这里面，就把车跟在汽车的后面出去了。已经到达了，然后现在还在等待下船。哇，这个景色特别的漂亮哦。出了港口之后还要领一张健康通行证，还要登记一下，然后这边显示已审核。现在这里就是海南了，然后这边是新海港的附近吧。我现在要去找一家旅馆。夜晚的海南，这边路灯显得它格外的美丽。这里是海口秀云区的市中心吧，这里有好多吃的哦。我没有吃晚饭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扬州炒饭，点了一个炒河粉，还有一点烧烤，等一下就去那边吃了。点了点串，还有吃的，光线不太好啊，拍的不太好，还有一些没有上，点了不少呢。光线不太好啊，华为手机很吃光线的，光线不好就拍得很差是吧，很模糊。豆腐干啊，羊肉串吧。今天骑行了有80-90公里吧，其中20多公里是在找那个宾馆吧。好好，谢谢。就是今天找了大概有十几家左右的宾馆吧，然后全部都是那种小电梯的，然后都上不去的。我从6点多开始找，一直就找到了9点钟，8点50多分吧，就是9点，整整找了3个小时。然后找到最后一家，我就放弃不找了。就是我感觉海南这边
除了那些很大的宾馆之外，就没有那种小宾馆是大的电梯的。我已经彻底的失望了，就是找不到，太难找了，找了三个小时，居然找不到一家那个电梯稍微大一点能上去的。现在这一家我找的也是很小的，然后我就把自己的小包拎上去，然后其他的我就放在楼下了，自行车什么全部都放在楼下。幸好他有洗衣机哦，哇，我现在好把一些衣服都洗好，然后电之前也充的没怎么用。哇，他们这边感觉像以前小时候在潮州那边那种夜市一样。哎，这边好像就叫夜市，超级多人在吃啊。我刚刚去看了一下，他这边的烧烤现在全部都不是用炭烤的，都是用那个煤气烤的，所以味道呢就一般般吧。来个生蚝，哇，烫了，哇，太烫了。来了一个中式吧，这应该叫中式吧。感觉就是没有炭烤的话，它那个味道就是进不去。刚刚从外面就是吃完晚饭吧，现在已经是凌晨12点多了。就是吃了饭之后，然后在那边附近逛了一下吧，就是走一走，逛一逛，看一看。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上网的问题吧，也有好几个朋友就是私信我，还有留言跟我说，你就是骑行这一个多月，然后这个上网是怎么解决的，然后是用的什么那个套餐。然后我今天跟大家说，主要是用的是这个，就是每一个月它是3000个G 吧，然后它是达到了就是3000G 之后给你限到5G， 一般是你3000G 肯定是用不掉的，然后每天有100个G 的那个东西，然后这个东西呢，它的网速可能就有一点点差，它看就是。看区域吧，就是有的地方就是信号好的话它就好，信号不好的话它就不好。然后它是三网，就是联通、移动、电信三网都可以随意切换的。它这个上网等于说是好像一年是500多块钱吧，然后半年是300多，我就办了半年300多。反正就是稍微卡了一点，其实还是用是能用，就是有一点卡吧。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用的是一张物联卡，还有一张呢，还另一张，我总共有三张，是那个小米的那个一元那个流量吧，它那个效果是非常好的，1块钱1个G 嘛，然后就是随用随充。没有月租的那个也非常好，网速也挺好的，我都试过了，我都是充几十块钱再充，然后那个效果也挺好的。我带了两个小米手机嘛，就是为了能万一就是说这两个物联卡，这个是物联卡，还有一个也是物联卡，万一就是不能用的时候，我就把那两个拿出来用。有的时候确实是在一些偏僻的地方物联网卡是他用不了，然后我就用那个小米的一元流量，那个确实也挺好的，也是能用的，然后就是这样的。
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私信我或者是留言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